舒淇凭借清新气质与精致五官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。她日前就在网上发文更新近况，竟突然语出惊人，表示工作人员都是魔鬼，原来是她为了工作所以不能吃饭。没想到同事们却在一旁一边吃一边发出咀嚼声，同时还怂恿她吃一口就好，又不会变多胖。她透露自己穿着一身紧身白衣，站在桌边闻着饭菜香味，魔鬼工作人员一直吃，还怂恿她吃一口，让她感到超级无奈。同时她还晒出一张自己瞪大眼看着镜头的近照，整个人看起来超级哀怨，让不少粉丝看到后纷纷笑说：“女神够瘦了，可以吃一口啦。”Bye.